大家好，我是庄菲菲，是 CR 系列协作机械臂的产品经理。 CR 系列是我们基于第二代人机协作技术定义的六轴机械臂产品，可广泛应用于人机协作的场景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高效率工作，可以充分满足企业生产中节省人力成本和提高效率的要求。目前 CR 系列已被多家知名企业应用到生产工序中，每台机械臂可以替代2到3名工人，整个效率较人工提升了40%以上。CR 系列是非常安全的人机协作产品，具备18项安全功能，通过了 ISO13849 和 TS15066 权威认证。CR 系列自带高精度的碰撞检测，碰撞力度5级可调，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。此外，我们为 CR 系列产品设计了安全皮肤，为安全加码。通过电磁感应原理，可实时获取15厘米范围内的障碍物信息。当人体接近时，可实现非接触的碰撞检测。借助于安全皮肤 ，CR 系列产品可以自主规划路径，绕开障碍物，做到安全生产和效率兼顾。CR 系列为轻量化应用而打造，整机设计简洁，接线简单，用户开箱后最快20分钟完成安装，1小时投入使用，整个过程部署灵活，省时高效。我们通过软件和交互的优化，提升了产品的易用性。通过末端智能交互面板，可以快速实现机械臂的拖动试教、轨迹录制和复现、末端夹具的控制等常用的功能。同时，末端的状态灯可以显示机器人的状态。通过精准的动力学补偿，拖动试教过程柔顺平滑，可以实现大范围的点位试教，无需使用试教器就可以实现轻松的试教。在软件操作方面，我们提供了手机、平板、电脑这些操作软件，用户可以更方便地实现机器人的控制。图形化编程界面简单直观，可以帮助用户快速上手，灵活高效，触手可及。 CR 系列产品具备丰富的通讯接口，支持多种语言 SDK 开发包，可与生态配件快速对接，插件化的开发保证了生态配件即插即用。目前已支持多种电动夹爪、吸盘、智能相机、AGV 等常用的机器人生态配件，可快速满足不同行业的工艺要求。目前 CR 系列推出了4款产品，负载范围覆盖3000克到16000克，最高重复定位精度可达0.02毫米，客户可根据自身的应用场景选择不同的产品。CR 系列产品是我们在工业领域的得意之作，适用于广泛的工业场景，在智能化不断升级的今天拥有巨大的潜力。我们期待未来在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制造上，它可以助您一臂之力。